在是下午的下午吃饭时间，然后就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学生，对，路上很热闹。对，他们正常是一点放学，然后下午是社会实践，你也可以去少年宫。然后这个地方呢，我没来过这里吃过这个饭，但是这里我知道有一个金刚山专卖店，我之前来拍摄，所以我就刚才有求证，他说对，是这里有的，就在那边上去二楼。好，走吧。这边相当于有很多的小店，你看这边，很热闹，这个百货店啊什么之类的。走，走吧，走吧。去尝尝这一家，好吃吗？这个一般般，一般般，一般般，哪一家？一般般。他说那个万寿牌那个菜。因为我们这次团特别有意思呢，是有五湖四海的朋友，然后。这个我们号称对第一个五湖叫三剑客组合，分别来自 Hello， 他在澳门读书啊，澳门，然后他来自新西兰，新西兰牙医，澳大利亚，可以把啤酒换成饮料，就是我喝饮料，那我们是一个要一个饮料，要一个饮两个酒，两个牌子叫什么呀？就是乐园。乐园、嗯、乐园吗？嗯，哦，那我知道了。这是芝麻酱吗？不是芝麻酱啊，花生酱。酱是芥末。mayonnaise 哦，美奶滋，美奶滋是美奶滋，就沙拉酱啊，沙拉酱是这个就叫拌啊，甜对拌面拌菜。然后这个黄色的是土豆是吧？对，炸土豆是。听着声音很好吃，就是他们讲我也饿了。就是里面那个是蔬菜，这谁的节目？尝一尝吧，马铃薯，我叫马铃薯，他们土豆。好了，张飞尝一尝。好吃啊！有那么好吃吗？嗯，它就是甜甜的那种美奶汁，就那些好吃的东西放在一块，然后很脆的那种口感，嗯，就是很像沙拉，嗯，好吃。嗯，太好吃了，很爽口的口感，我觉得他是饿了，因为他这个海产资源很丰富，所以像鱿鱼啊、板虾呀、啊、哦板蟹呀、啊、虾什么的都有很多。据说他们一般就不上贝壳类的，觉得贝壳类太便宜了，不招待客人。是吧？但反而在中国，殊不知中国人特别爱吃。好吃吗？嗯，还可以是吧？这好吃，这什么的？这凉皮好好吃，好了吗？你也夹，我夹一个，这是萝卜。嗯，他们在吃冷面，我们就很眼馋。不没可以说吗？哦，来中文给你唱一下，预备起，快唱！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。害羞了。所以现在是几岁？你刚才跟我讲的年龄要加一了，对吧？所以蛋糕有我们一份，是不是？吃饱了。哦，这是朝鲜的蛋糕，还有这样一半巧克力，一半奶油。他们不许愿吗？哎，你不要插那个吗？你们不许愿吗？没关系，你没有许愿这个。哦，不是，我插了30个，多不好意思啊。那就好过分了。可以插3个，没关系。啊，我们切吧，没有关系。切吧，都这个蛋糕要去蛋糕店买吗？这个我刚才在那个隔壁买的。哦。没时间去蛋糕店。那隔壁是什么店？就是那个商店，百货商店，卖吃的东西。不用接了。你该给了什么？我跟他发了烟草。哦，发了烟草。嗯，好大呀！你一个人就给他拿，这已经够了，这就够了，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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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够了。
回家还要再庆祝一下。生日快乐！我也要拍一下。托韩导的福，我们可以尝一下朝鲜的对朝鲜导游的生日的蛋糕。你看他这个花做的很漂亮啊！对，超级棒。它都是旁边的店买的，就很漂亮。嗯，就是在普通的那个商店买的，就普通的店铺。好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好，来大家一起分享吧，意外之喜哟、哦，沾沾喜气。你给他们看那张照片，看了照片，帅帅，看了。OK， 你啊，给他看了吗？这是你外公吗？啊、这不是，这不是，他是他的外婆。对，这是金日成同志是吧？对对对，他是他的妈妈。对对对对对，这是你爸吗？这不是我爸爸。这位是你的妈妈是吗？只有他外婆在吗？外婆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阿姨。啊，你的阿姨。姨母，姨母你。姨母。啊，姨母你。你会不会明天就是国宾？想走了。要你要带上我。要升级了。汇报一下，我们看过对对。我们能拍一张今天可以吗？可以。哇，这个。哦，村哦，对，哇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我们这次里面有特殊人物，哇，我这个我得向公司汇报一下。啊，汇报汇报。你想把它转过来？啊啊，他要把它转平了，他想分一下。嗯。那是谁？是革命的第一代。对。那你外婆跟我们主席是战友吗？不是战友，可是我外婆她是朝鲜族。啊、嗯，之前跟金主席有什么？外公就是金主席的战友，战友啊，就一起长大。名字叫什么呀？名字给忘了，很久了。应该是抗美援朝吧？抗美援朝的时期。嗯，你外公跟金城主席是战友。抗美援朝时期，就是朝鲜战争时期。朝鲜战争时期，都可能不是，都可能是抗日时期。那他也就是志愿军吗？志愿军，对。然后他，我们到2013年，他们都还会邀请他们去吃。啊，2013年还到2013年还有去吃饭。那外婆还在吃。不在了，很早前就不在了。朝鲜到哪里给那个照片看一下就好。是因为金日成主席吗？因为金日成主席是要夹菜了。明天开始，明天开始夹菜。提高待遇，提高待遇。我们这是高潮迭起，先讲第二个故事。第二个故事就是因为吃这个朴素的蛋糕，然后回想起来说，他说跟他学烹饪的时候，最开始做的味道一样。我就讲说，那你为什么会计师来这个烹饪也会？然后就轮到你了。因为会计师是一个很无聊的职业，很多好的厨师他都是会计师。然后国际上有一个什么？国际上有一个厨师的比赛叫做 Master Chef， 里面很多参赛者，包括很多后来好的厨师，他其实原来的职业都是会计师。嗯，会计师，下班以后就没什么娱乐，很多就喜欢做泡泡茶啦，做做饭啦，做做园艺。Leo 肯定也知道了很多，并不知道。你们牙医比较难，你们牙医比较精彩。我觉得你们牙医也需要这个调剂一下，你们味道太重。应该种花，都是好的园艺师，是吧？牙医都是好的。可以，你可以讲讲刚才你那个法医的故事。你继续讲，你看，你继续讲。法医都是我的。法医的还要问什么呢？因为新西兰谋杀还是比较少的，大部分是虐待儿童，真的，或者就是家庭暴力。大部分是虐。为什么你们那么喜欢虐待儿童？不是我，就是基本上就是。对啊，为什么你们那么最喜欢虐待儿童？有些就是要看了，有些是比如说，虐待的定义不同。比如说华人中可能就是打打小孩是比较正常，可能在洋人就会被上升到说你是在虐待儿童。首先这是第一点，然后第二点是文化上面的区分。比如说毛利人那边，他们可能对生很多小孩就不会有那么宝贝，就他们，然后或者有些时候喝醉酗酒。就很多个理由带他们酗酒，对，让他们就是对待儿童。然后之前就让我决定不做这个职业，就是因为一个小孩被谋杀了，就很多这些让人不太太愉悦的这种，就是让你听了心里很压抑，就是看了，说起来很轻松，但是那个东西对你的影响其实是挺大。对，就说就是社会有很多黑暗一面，那还是去面对那些比较阳光的嘛。然后准备做儿童牙医这些方面，我觉得你是挺阳光的，超阳光的，对，一笑就像那个张一样，可以把自己牙齿洗白白，露八颗牙的。这是你们我去看世界这个公司的吗？工作室的吗？黄总赞助没有。还有客人是吧？可以，免费送吗？这个正好就
外夫吃饭可以用这个。对，是他们家做很多这些木质的工艺品。这个其实在我们镜头里是不陌生的。对，我们非洲还有新西兰我们都有出现过、都有出现过。这个有点小一些而已，就是小型版，正常版会大一些。我们之前有体现过，骚大，对，有骚的，王总都自己弄出来，特意哦，对，这个是我们朝鲜原著，就认真打磨了。我去看世界骚大，当时有10个人，我就问。没想到有10几个人哦，对，挺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到时候可以找王总再拿、但是你们每个人都到位，谢谢，来，后面，谢谢，澳洲的朋友们，谢谢，都是，这马达就是这样，好好吃饭，还有啊，还有，今天马来西亚参加，好了，我们金导来了。哎，谢谢，然后这个漂亮，这看一下啊、朝鲜定制啊、谢谢，朝鲜有定制，不是，而且你看底下日期17号到21号，哇，朝鲜、哇，真的是，哇，真的好用心，真的很用心，而且还有骚的控，真的，对啊，有骚的控，所以真的是骚吗？对啊，骚啊，真的骚，我没看那个，就真的是真骚的骚，不是 S A O 啊 ，Sharon 的 offer， 分享和连接。很棒，这个金导还没过来，等一下。那我真的很特别，在后面。你先送给寿星吗？那可以。来，寿星。金导，生日快乐！来自中国的礼物。Thank you。Thank you。生日快乐啊！有一个礼物送给你。开心再见到你，我们带了礼物给你。是我们的朋友做的。朋友。他就在那边。就那个哪位做的？这位，王哥，筷子，好好吃饭。你看他的，对，你们要好好吃饭，虽然工作忙。对，杯子，你看，喝茶的。朝鲜，还有日期。日期，是我们的。这是我们这边旅游的日期都写了。谢谢。所以这次旅行特别定制的。对。哦，是这样的，还刻上了这个日期。对，